世界，幸福国土，尽在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，请收看《长老发育》。各位善知识，《楞严经》第四卷呢，已经讲到剩下最后一段，科判是在第三，念闻该不生灭性，密令玄儿门圆通，这里是说明，因为阿难前面听到的所谓。离暗离明，无有见体；离动离静，远无听之；无通无色，修性不生；非变非田，常无所出；不离不合，绝处本无；无灭无生，了知安居。他听到这段话，误会，以为根性。跟这个沉浸呢、同时都会灭掉，因为同时变成断灭，既然成为断灭，那么以这个有生灭的修因要求这个七常住国的不生灭，怎么可能呢？所以他提出了请问。那么佛看到阿难发生这种的断灭见的错误啊，要改正他的这个错误，所以就用这个世间法敲钟的方式来测验出根性是常住的，不会根住沉浸灭的，是所谓叫做集中念常，敲钟来测验出这个文性。是常住的，不会跟着灭掉的，所以佛就叫罗侯罗敲钟啊。那么第一次敲钟的时候，钟敲响了，那么佛就问阿难说：“如今闻否？你有听到吗？啊，有闻吗？”阿难说：“我闻，我有闻啊。”佛说闻，他就大闻，停了一段时间。钟声没有了，完全静下来了。佛再问说：“你已经闻佛？这个时候你有闻吗？”他答复说：“不闻，没有闻。”那么罗侯罗再击一声，佛又再问：“你已经闻佛？有没有闻啊？”他答复说：“有闻。”大家都说有闻。那么因此佛就问阿难：“那你是怎么样叫做闻？”怎么样叫做不闻呢？阿难说：“钟声敲了，有钟声，我就有闻啊。敲久了，没有声音了，那就是不闻啊。那么因此啊，既然是有声就有闻，没有声变成无闻，这是无闻是一个错误啊。那么后边再说明。”然后如来再叫罗侯罗敲钟，又敲一声的时候，佛再问阿难说：“而今生否？你现在有声吗？”阿难大众都答复说：“有声。”佛说声，他就大声；佛说闻，他就大闻。现在佛说有声吗？他说有声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声音。消灭了，没有了，这个声消无响了。那么佛再问他说：“
而今生佛，你现在有声吗？阿难大众都答复说无声。这个说无声，这个无声是对的了啊，前面的无闻就是错误啊。过了一段时间，罗侯罗再敲一声，佛再问说而今生佛，你现在有声吗？啊，大众又说有声啊。那么这个时候佛就问阿难啊，你怎么样子说叫做有声，怎么叫做无声啊？阿难的答复跟前面是一样的啊，所以他说钟声敲了有声，那个时候我就闻到有声，久了声消无响了，音响都松解了，没有声了，那就无声啊。那么佛因此就责备阿难，跟当时的听众说，你怎么说变成自于交乱呢？这个交乱两个字啊，详细在第十卷五十印摩里面呢、啊、有交乱一章。这里交乱两个字怎么解释呢？古人的解释说，交直傲而不顺离呀、啊、叫做交，直傲不顺离啊，你坚持啊你自己的看法，而以理是不能通顺的，直傲而不顺离就叫做骄，心无主正就叫做乱，心没有主不正确，这个就叫做乱。这里所说的骄乱呢、啊、注重在乱字啊，因为它这个有文也有声两种混合起来讲，这是一种错误啊，他把这个文跟声分不清楚。佛的问意，文是文，声是声，文指文性，声指音声，是沉静啊，一个是文性，一个是耳根所对的有声无声的沉静啊。那么阿难他把两种混在一起搞不清楚，他不晓得佛问的啊有文无文呐、啊，是指的文性，他没有通这一套。那么有声无声这个答复是正确的，因为有声音就是有声音，没有声音那就是无声啊，这是沉静的动静，这个是对的。所以现在佛说你怎么交乱呢，就是把这个文性跟沉静啊混在一起搞乱了啊，文性跟沉静混在一起搞乱了，你把文性误为跟沉静的生一样有生命，这是很大的错误了。所以佛说你这样子变成自语交乱啊。那么大家还是不服的，他觉得我怎么会交乱呢？啊，佛问文我就说文，佛问声我就说声啊。但是大家不了解这个文是指文性，声是指生成啊。因此佛就说，我问你文你就答文，我问你声你又答声啊，因为你文跟声啊报答无定啊，那这不是交乱是什么呢？自己搞乱了啊。阿难啊，声消无响你说无闻，若是无闻那、啊、闻性已灭，同一孤木，无闻是错的啊。钟声已经消失了，没有响了，你说没有闻，没有闻就变成没有闻性了。如果实在没有闻性呢，文性就已经灭掉了，跟枯木一样不会再开花结果了啊。那么钟声在敲的时候钟声更急，那你怎么知道有声或者无声？你怎么会知道呢？知有知无，这是声称啊，或无或有，您知道声音或者是有或者是无声，这是生成在哪里变，敲了
有声，久了没有声。起笔文性唯你有无吗？哪里是说你的文性跟这个声一样啊？不敲了，那你的文性也灭了，哪有这种事情呢？假如说文是原无啊，随之无则。假定说你说无文的时候，真的文性跟着消灭掉了，那后来再敲有声无声，你怎么知道呢？随之无则，无声你怎么知道无？再敲有声，你又怎么知道有？因此之故，而难。生于文中自有生灭，非为你文生生生灭。生在你的所闻的沉浸中，生在哪里有生有灭？敲了有生，生生，久了生消灭的啊，就无生了，就灭。这是生在生灭呀，不是你的文性跟住生灭呀，不是说你的文性也跟住生成在哪里生，生成生你的文性生，生成灭你的文性灭，哪是这回事啊？啊，不是令你文性为有为无，不是说你的文性跟住生成啊，有文无文啊，有生你的文性就有，无生你的文性就无，不是这样。你尚且颠倒把生迷惑为文，生跟文搞不清楚，何怪分明异常为多啊呢？难怪你把这个沉浸式断灭有生灭，你误会以为根性也根住有生灭，这是错误的。中不应也，理诸动静闭塞开通，说文无性，不应该说离开动静的有生无生之外啊，说文没有文性，这是不对的。生有生灭，有开通有闭塞，但是文性是不生灭的。这个文性不生灭，不但是有生的时候不生灭，无生它还是一样不生灭。不但是醒的时候不生灭，睡着了文性还是不生灭。接下去的经文就是说明这个睡着了文性还是存在的，不生灭。所以经文开始就说，如众睡人明属床枕，其家有人一笔睡时导念中迷，其人梦中闻中导声，别作他屋，或为击鼓，或为撞钟。既于梦时啊，自怪其中为木石响，一时复悟，传至中阴，自告家人：我枕梦石啊，或石中阴，将为鼓响嘞。这是说明睡梦之中文性存在，不会灭掉。众睡就是睡得很熟，叫好困他睡熟了，正在念大悲咒，呼噜呼噜他正在睡得很熟，呼噜呼噜的时候，民俗床枕，人睡眠总是在床上了而且必定需要枕头啊，没有枕头啊，假如仰卧不用枕头的话，嘴巴会张开，那呼噜呼噜更响，大悲咒念得更响所以睡眠必定要有枕头，有枕头在床上睡，睡得很熟，民俗床枕就是眠在床上睡熟了就好困难睡得很熟。这个时候他的家里的人正在这个睡着的人正在睡的时候，他的家人在哪里？导念中迷。导念中迷是两样事情，导念是一样事，中迷一样事。
捣练，什么叫做捣练呢？捣是捶打，啊，捶打什么呢？从前的人呢、啊，女性都要学习织布，织布，自己织布，家庭里自己织布。他这个布织好了，布织好了，他有一个大石板，平的石头，大石板，布摊在这个石板上。用木锤去锤，木锤去锤，锤那个布啊，让它能够打死扎实。所以这个布织好了，放在这个石板上，用木锤在锤的时候敲打这个布啊，这个叫做捣，啊，捣练就是把这个布把它捣成很实在，啊，因为编织之后啊，这个家庭的人工织。不比这个工厂的啊机器啊，所以它织好之后啊，布会很平。经过这个锤过之后啊，布才会平。那么他正在捣练，就是正在锤打这个织布。锤打织布正好打到石头上。这个石头如果是很硬的石头啊，你在打的时候，它会锵锵锵，有点像钟声，有点像钟声。捣练是锤布，锤布。钟米呀、啊、就是打米呀、啊，啊，捣练锤布这一点呢、啊，这个工作我没看过，因为在我小的时候，已经很普遍的有这个机器织的布啊，有布店在卖，用不着家里织布，所以我在小的时候没有看过这个人工织布的情况。所以这个捣练织布我不了解，我不懂，也没有看过，啊，因为当时在台湾没有了，啊，没有自己织布的。钟米有看过，不但有看过，而且自己做过，啊，从前的人没有机器啊，做白米的时候，都是靠自己人工去啊，把米。熔成白米啊，而且这个谷子啊，要先用土笼啊，用土笼去啊去做过啊，矮笼啊，跟磨板子的那个磨石啊，形象有一点像，但是它是用土去做成的，好像那个三合板的那种比较硬的这个木片，很多很多木片呢、啊、把它打成，因为中间都有空啊，有空格的地方。那么上下两层一磨动的时候啊，骨皮会掉下来，啊，骨皮掉下来之后就变成了糙米了，就是还有这个米糠啊，啊还没有去除下来。那么这个要把米糠除下来，就是要用锤打，用锤啊，这个叫做钟米。这个钟米的方式啊，钟的对那个钟都是木头做的。大木头，很大，而这个锤的打的这个东西呀、啊，是木锤，是木锤，啊，例如说，这个打的地方很大，比较大，这个抽一个把柄，把柄比较长，啊，那么人拿着这个把柄呢，就望着这个钟的地方锤打，啊，这个都要有功夫啊，不会做会有危险，啊，两个人对打最好。啊，一下一上，一下一上，两个人最好，也可以三个人，但是三个人要练得很熟啊，一不小心会锤到自己，会锤到这个米锤呀、啊，所以打米紧密只能两个人最好，一个人太辛苦，一个人要锤很久，这个工作，台湾光复初期就是第二次大战结束之后还在做。我在石头山，这个老九厨啊，啊，石岩洞啊，后来改名叫做圆光寺。那个地方啊，它也有一些田给佃农种，啊，那么本来一年两季啊，他都要把这个租用的谷子啊，要交给这个寺庙常住，那么都是要自己。出钵去挑长柱上的
人众，当时有七八十个人呢，年轻的都要去挑米，啊，挑谷子，谷子挑回来，那个时候都是用土笼的，啊，官府之前认证实在是没有，啊，因为那个时候都是配给米呀，不能自己打米，啊，都是配给的，那谷子都要交到这个政府去，一官府八月底吧，农历的八月底，啊，官府之后。那么他第二季收割是十月，农历的十月了，所以十月就有谷子可以挑回来，要我就要带很多人去挑谷子。这谷子挑回来啊，因为在山上，如果要送到用机器做米的地方去啊，太远，挑到我米呀，走路空手走路下山就要一点半钟。回来空手也要两个小时，因为下山是下坡走得快，一点半，回来要两个小时，往回就有三点半钟，啊，如果把谷子挑到那个地方去做好米再挑回来，吃不消，啊，太累了，而山上自己有土笼啊，自己可以做，土笼笼好了，这个米皮啊，那谷皮去掉了，然后就是用钟。动中啊，长州上年轻的都要锻炼这一套，我也做过，啊，当时光复那一年我十八岁也是在做，体力很差，但是还是跟住大家做，啊，那么打起来很辛苦的，啊，如果是三个人打，一不小心那就会出毛病，很危险，所以平常在那个时候我自己亲自做过，不但是在山上做过啊。民国37年到中立圆光寺，圆光寺请慈安法师来办学，我去读书啊，当学生。那是37年农历的10月初2开学，啊，到12月半才放学回去过年。那2个半月的时间呢，碰到礼拜天放学不上学，礼拜天我们南众的。学生呢，就要去啊，中民，去啊，哎，且看警闭，做这个工作。所以那个时候的学生呢，尤其南中学生，他最怕星期天了，他最好不要放星期天的假。一碰到星期天呢，不能读书，还要去啊做这么辛苦的事情，而且这个中民这个工作，如果没有体力，没有办法。像我当时就身体就很不好啊，要跟住所有的同学去做，我有几次就做得昏了啊，站不住了倒下来啊，因为体力很差啊，因为靠这个体力好的在做，所以到了民国37年还做过这个工作，所以对于中米这一套我很清楚，而且是啊身临其境亲自做过啊，这个骨头是吃过的，只是这个锤部没有看过啊，钟明亲自做过，我不但是亲自做过，在小的时候家里也在做。
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，仍然追求视觉上的冲击。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。这天，我也登上了网络，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，而我即将成为饲料，被一只巨蟒把玩。眼前的巨大利齿是我最后的记忆。透过大师傅的接引，我来到了天堂。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，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，大家都过得很开心，而且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真的，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哦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举办共修法会，日期2月19日星期六起，时间每周六下午2点至5点，修持不动佛仪轨，恭诵月藏经吉祥文，恭请湛信法师领众。联络电话0627166116或0627166612，0627166616或0627166612。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，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，敬请佩戴口罩，量体温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诚征义工，联络电话0627166616或0627166612。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。地上清净光大曼达拉，四处充满我俩做三宝，一切如妙高摩尼居，佛前上师三宝愿安住，我今一脚千里曼达拉，两人去共金刚为宝殿。取名日月七宝是天下，一步三开七月双分雨，宝座生修罗格冰宫殿，此中原的名花普遍布，我佛前上师三宝护身。世祖所求皆如意，皆为来世吉祥无间断。萨利瓦达达哥达赖帝乃玛格曼达拉，佛扎明格萨摩帝乃释迦赖那萨摩耶呀。三大耶三大三大格里吽。